哇，你看亮姐就是跳出吊哦，对方要跑来，好，反手拍，救得好啊！小球，这个球跳起来，球起来再杀！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第二场赛事，就是羽球男双。在这个部分，蓝队推出来的组合是潘君伦以及林建伦，而红队派出来的阵容是曹佑宁还有廖韵杰小姐。这次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像在红队的部分啊，廖韵杰小姐平常呢就是一个羽球好手，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她的表现。蓝队不用说了，林静伦这个体育系科班出身啊，所以呢基本上呢她是一个万能伦伦，待会呢也可以来看看她的表现如何。好，第二局的比赛开始。球运非常高水准啊，廖允杰，抓紧抓紧，别松，打稳了。我觉得廖允杰在球场上怎么这么的轻松写意耶，对不对？他的每一回拍什么的都，哇，对，都非常有自信，在他的掌握当中。对，可以把球回过去。刚刚那个他回球其实是有难度的。对，嗯。廖允杰这个发球，他其实只是用他两成功力在发球。哎，手牌没有打到啊，听牌了，14-5。哇，你看廖允杰就是到处吊哦，对方要跑来，好，反手牌，救得好啊。小球，这个球跳起来，跳起来再杀！林建伦刚刚真的是全身上绷得住。左手杀球，一杀得手15-7。我早就有耳闻，他们说他羽球很厉害。但是他的那个厉害，我觉得是有点不同的一种，还是会小小怕怕的。后来想想，不行，我自己也会打，不应该去怕他。第三局的比赛开始，要发长球。傻的一发球，对，结果出界了，3-3，双方平手。漂亮，这个高压杀球，直击曹佑宁正面，曹佑宁无法回拍，是蓝队领先了4-3。往前吊球，小球，漂亮的回接，曹佑宁前面前排，好紧耶！天哪 ！Yes， 这个是球界。14，蓝队还有5个3末点的机会，掉到后排，漂亮，前排放。想对明白一点就被打趴了，我也无能为力啊，我眼睛看得到球，我打不回去了。